昨天台北市单日新增1300多例确诊，那台北市长柯文哲抛出说，如果未来医疗资源没办法负荷的话，要抛出软封城这样的情况，想问委员怎么看？任何一个新的防疫政策提出来，或是一个新的名词，都应该要提出更具体的实际内涵，也就是让民众很清楚的了解接下来要怎么执行，让民众有所依循。我想请教一下，会觉得台北市没有拿出具体的这个政策，就抛出这样的名词？我想现在可能只是一个概略性的战略方向，但是民众想要知道是那实际的内涵是什么，要怎么执行，那民众要如何配合，才能够有很清楚的标准，哦，民众才能来个遵循。我想这个才是民众期待的。我也觉得现在疫情这样子，还适合用封城两个字这种字眼来代替政策的要求。所以民众当然会有一些疑虑，因为大家希望听到是接下来所谓的软封城是实际的内涵是什么，接下来要怎么做，我想这个其实应该讲清楚，民众了解以后，大家才比较安心，也才能够真的全面的配合。